早上受到中国大陆降息的影响，美股开盘三大股市全面看涨，道琼工业指数目前来到了17790点，上涨0.4%，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呢，则来到了4751点，上涨1.05%，至于标牌500指数的部分呢，来到2052点，上涨0.2%。